哎呦，小朋友，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？扯铃啊。扯铃？嗯。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？什么声音？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。火气，火气上的很神奇，空气回答需要有勇气，来我家一起你想究竟，敲门敲敲门，记得礼貌口要先问，递给我随时关灯，生活习惯才有够坏，敲门敲敲门，简单动作口也不等，你可能是不想回答，他做事做人却看穿，你像一段战绩，以前我的事情什么的印记，有那么神奇，说话的语气把我的风气，将我灵魂明白我的笔记，那么每次去找你，这段你就会上瘾，这里最想变的表情，我的解释请你务必要听，那么每次去找你，却猜不出个命运，这里最想变的表情，嘿，你这样说我又一遍伤心，瞎扯这个。